生活让你卡关了吗？传统拉伤的时候，比起传统的国术馆，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到专业的物理治疗所做治疗。但物理治疗其实有详细的专业分工，每位治疗师的专业都不大相同。位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明德物理治疗所，专门治疗一般人的日常酸痛、运动伤害、各式的筋骨拉伤、挫伤等问题，以解剖学和生物力学机制的原理评估个人的问题。现在人的话，他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例如说搬重物啊，或者说是因为三 C 产品的使用关系，他可能长期的使用下来，容易造成一些肌肉紧绷，久而久之就可能造成，例如说像脊椎侧弯啊、骨盆歪斜啊、肩颈酸痛、股四肩等等之类的问题。明德成立7年，由从事物理治疗20多年的戴院长主持，以科学化的 3M 治疗，也就是徒手治疗、仪器治疗、运动治疗，治疗师会用手把评估患部状况后，为病患安排治疗课程与配合病患生活习惯而设计的居家运动，达到最大治疗效果，尽量介绍机器的辅助，也不为病患配药，靠着治疗师和患者本身的努力，让身体恢复健康。而如果是天生的缺陷，如扁平足、长短脚、拇指外翻等特殊个案，明德提供鞋垫客制化服务，以生物力学原理评估，了解您的足部问题，制成专属于您的舒适鞋垫，让您行走、运动都不再是问题哦。其实，与其受伤来就医，最好的方法是养成良好习惯和勤做放松运动。诊后戴医师都会和病人分享一些实用的保健知识哦。接下来为各位观众示范保养腰部肌肉的拉筋动作。坐于床部边缘，膝盖朝上，双手往前摸脚踝或膝盖，维持30秒，重复5次。以坐姿开始，一脚架于一脚之上，身体前弯，右手将膝盖向下压，维持30秒，重复5次。趴在床上，用手肘撑起上半身，腰不要用力，维持30秒，重复5次。这样几招动作就可以简单保养您的腰部健康，让酸痛拜拜喽。